大家好，我是台湾368的陈彦宇，这次带大家来爬南湖大山。最早的时候，我是先喜欢上摄影，然后就想要去台湾368个乡镇市区拍照。后来也是因为摄影，然后开始爬山。我很喜欢的就是军中的标语，就是陆战队就是永远忠诚嘛，还有陆战队的山不怕精神。我觉得这些精神跟标语，让我在执行自己的梦想上面，反而更有目标，然后更执着。我们等一下要一路上坡到圈谷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大概走两个半小时会到神马镇山的岔路。今天会到海拔3000的地方，就把你们呼吸啊跟那些步伐调整好，就是比较不会高山症。入伍前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像一张白纸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没有社会的竞争力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有什么样的工作可以支持着我完成这些摄影的梦想？我后来就选择从军，就是利用我的休假时间，然后或者是一些外散数的时间，然后去执行摄影计划的梦想。368的服役期间的时候是火防兵，然后我现在在带爬山的时候，有一些行程也都是我负责煮给他们吃，像我的招牌菜麻婆豆腐，就是在我们单位中学的。那个我们等一下要通过的地形就是五岩峰啊，然后这边都是断崖峭壁，所以就是比较危险，切记就是手都要抓着东西，一步一步慢慢走。在我当兵第三年的时候，我有个军装五月的计划，就是穿着军服去了玉山、雪山，然后南湖大山、北大武山跟秀姑峦山，然后就是希望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认识这片土地，也希望别人可以用不一样的角度重新认识国军。刚好那个时候逢九三军人节做荣耀军装的推广，那这部分的话我想说效法368，他给我这样子的启发，那我就带着飞行服，然后到了玉山、雪山，那南湖的话是我第三座，那后面还有北大武跟秀姑峦山。台湾有超过3000公尺的山，有268座，如果再加3000以下的总，可能总共有7000多座山，这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台湾的地方。所以一直到现在就是想要更专注于这个户外领域的部分，就是希望可以把台湾的美让更多的人知道。台湾有五岳三尖一奇，就是南湖大山是其中一座，就是中央山脉北段的最高峰，然后远方那一座是东峰，南湖东峰，就是也是百岳其中一座。因为他台湾368计划，所以让他深入部落。我们那时候指挥官是林家宏，他那个时候就是有找一些旅外回来的新兵，然后去帮，因为我们营区附近很多眷村，请这些新兵就是晚上的时候帮这些眷村的小朋友做课后的辅导，然后就是也有受到一些熏陶，然后就是之后也想要做可以回馈这个土地的一些事情，对，尤其是偏乡的地方，然后这些偏乡很多都是原住民部落，所以他们的文化也会造成断层，但是原住民文化是台湾很珍贵的资产，就是应该要把它永续保存下来，所以就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投资这些偏乡部落，让他们有回来工作的机会，让他们也可以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讲自己的故事。在彦宇身上，我就觉得
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，然后很敢就是尝试的人。就是我们年纪其实差不多，但是他就已经有就是做了自己的一番事业，然后还是热衷于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对，我就觉得是很有勇气，然后就是可以这样尝试。从军这四年，让我获得了别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机会。那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，我还是会选择加入海军陆战队，因为如果没有这段历练的话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我可以用身体去体会何谓不怕苦，用意志去领悟何谓不怕难，用心去深刻感受何谓不怕死。我是陈彦宇，我想永远忠诚于这块土地，并持续地走着我的路。南湖。